之前参加过深入人心，你觉得跟言行形象反差最大的是谁？可以爆料他一件事实。龙哥吧。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龙哥是一个没得感情的人。就他跟我们私下相处都是特别可爱啊，特别傻的事儿。就有一次我在那儿刷抖音，我看毛毛姐，我就给龙哥看，我说龙哥你看，龙哥就是说他这个人好有意思啊。凯哥你过来把你上次给我看那个人再让我看会儿，跟在电视中大家看到的那个比较高冷呀、高雅呀、高贵的郑云龙不一样。那么我就想不通别人的粉丝为什么龙哥和嘎子哥他们的粉丝就是说，哎呀嘎嘎好帅，龙龙好帅，哎呀我的粉丝就是说，凯凯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好丑啊，哎呀凯凯你别把刘海露出来了，我求你了，就这种。我觉得我的粉丝他们也是很天真吧。